突然，我们被劫车了。啊，叉叉，你要乱跑啊！你是谁家的狗狗？哎，你是谁家的狗狗啊？你要搭便车啊？你要去哪里？要上人家的机车。然后他是从那边走过来。对啊，你家在哪里？阿伯，你刚才在向来告？哎，表呀，哎，嘉恒啊。还骑警车？阿姨拢安尼坐警车的啊？哈哈哈！客人车来得及吗？那载他回去哦。我停伫路边啊，伊就撞起来。大哥，这是他家吗？家哎，你家到了，自己会下车的。好，走了走。拜拜。今天我们要用自由潜水的方式，在小琉球与海龟们共游这片美丽的海洋。出去玩了，今天在盐埔搭船。真的是随便潜都可以看到海龟耶。这次我们来小琉球，除了潜水耍废、吃吃喝喝以外，还要帮忙完成一件高难度任务。水下婚纱，我想回去了。好冷，好冷，实在不行。第一潜结束，太久没潜了，好昏脑蛋，吐了，就是下不到一个小时就不舒服。希望明天状况会更好。有睡好，但没睡饱。然后现在是几点啊？8点多9点要下水了。我一起床全身酸痛哎，腰这边超酸的，脚也超酸的。雅雅在笑我。现在往外面，去赶一个大概在7米多的地方。把嘴巴打开，再狠一点，把嘴巴打开。哎，对，好喝吗？我就吓到了，赶快爬起来这样。那你在跟谁讲话？鱼吧。海龟其实是自由潜水的高手哦。你知道海龟一口气最久可以憋8个小时吗？两位新人很辛苦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。天气其实不是很好，然后他们忍耐着很冰冷的海水在练习。期待明天正式开拍。我们需要大太阳。租房还一直寒冷。我好冷。今天看到几只海龟？哎，真的很大只哎，那个留在它上面，整个超级宽的。对啊，大概从我的头到我的腰了吧。远远的看不觉得它大只哎。它一直在那边吃饭，叽叽叽叽叽。它挖海草吃饭。该换我们去吃饭了。吃饭。饿哦。好恐怖啊！好恐怖！哎，真的很恐怖哎。正当我们开心的要去吃饭的时候，新娘发现她唯一一件婚纱坏了。虽然大卫哥立马帮我们找了一个在地的斜杠阿姨，穿着日立冷气的制服，在日本料理店打工，却还兼任裁缝师。但阿姨说她必须等下班回家才知道能不能修好。我们也只好带着忐忑的心情去吃午餐。好，谢谢。婚纱的阿姨打来了，究竟能不能修好呢？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一鼓作气，一鼓作气。我也觉得蛮准的。今天是最重要的一天，今天是正式拍摄婚纱的一天。早上虽然还下雨，但是现在雨马上就停了。我们捧完浮球就马上看到一只海龟，这是好运的象征。而且太阳已经快出来了。
们看这只龟龟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把壳磨花了。今天还看到那个黄鳍尾吃沙丁鱼秀，哦，超多。超大沙丁鱼，超壮观的。对，而且那个鱼啊，有从那种小不拉几到那种这么大只的鱼都有。你快把我，你快把我压下去了。好听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刚刚已经吐完了。真的假的？好吃。快下去啊！在南方小琉球吃老北方啊，这哦，这是小琉球的北方啊，所以这家店叫老北方啊。里面就是我们很酥，然后里面牛肉味道很够。回岛了。新闻播报，新闻播报，现在是二级阵风，可以看到我们后方这个是花瓶岩，看一下小琉球的风非常非常的大。哎，先生，请问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？突然，我们被劫车了。啊，车车，你怎么知道他要去哪？你是谁家的狗狗？哎，你是谁家的狗狗啊？你要搭便车啊？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阿伯，你刚听这下面告？哎，庙耶！这样啊？哎，今天跟庙。哦，就在我们刚好路过啦。阿姨，侬安尼坐警车的啊？警车？警车是什么？警车？来得及吗？那载他回去哦。我停在路边啊，伊在撞起来。阿财，这是你家吗？这是你家吗？前面还有一间庙。那间吧，应该是那间吧。前面，前面。大哥，这是他家吗？家，哎，你家到了，自己会下车的。好，走了，走。拜拜。这寡姨耶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快拿不到钱了。川，能等我啊？川，川，等我啊？川走了吗？